德龙最大的供给量市场，来看一下，什么敞口都有啊。没事，你说。走，他们家门口就有切的啊，我们拿到门口就切掉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一刀啊。今天呢，我们来了德龙市场，那因为有粉丝嘛，对吧？跟我说供给量能不能开出好东西，对吧？那我们今天来了啊，德龙最大的供给量市场，来看一下。什么敞口都有啊！那既然玩攻击量，很多人都讲了靠眼力、靠运气，对吧？那我们就去挑黑石头，因为黑石头上天入地啊！那我们一起进去看一下，看到没有？它这里有很多公斤的，它这里都是按公斤算的啊！它这个是木纳敞口的，看到没？黄皮比较多啊。然后这个应该是后江的，啊，这个是后江的。那我们今天去找磨完机的啊，去找黑石头江。黑石头，这也是黑石头，这里也是黑石头啊。你来这里找，这有点大啊，这里面我们尽可能的去挑两个，好不好？你这个来看一下这个，没表现啊。那像这种呢，它注意看这个位置啊，看到没有？它这是洗刷过的啊，洗刷过了之后呢，没有表现啊。我们再挑挑，这太大了，因为这种大石头去切的话，它是要切蛮久时间的啊。我们挑两个小一点的，就是马上可以上水机切的那种啊。对，不行，裂好多。耶，这里还有人在直播啊！那其实像这种料子一般也不会显啊，为什么？因为这里有个断口，断口压灯，来看一下，没有表现啊，断口都没有表现啊。没有看一眼相中的那种皮壳，那这些看到没有？这都是断口啊，断口都没有表现，都没有表现吗？我们放一下这边的黑石头，看一下，这边啊也是写的黑石头。这也是断口。那我们去，其实挑公斤量啊，我跟你们讲，还有个讲究啊，要挑那种实型好一点的，哪怕它没表现啊，我们都要挑实型啊，板正一点的。像这种比较圆的啊，不行。算了啊，如果实在挑不到有那种表现的，我们就挑两个实心好的啊。这种啊，就是他们有的直播间过来直播啊，然后给客户挑的。切进去嘛，
对，也是无知。嗯，来找到一个，这有点表现啊。其实这个表现呢，我大概也知道它里面大概是一个什么情况啊。这料子里面会进脏呢，应该第一会进脏，第二总不好啊，有裂，好吧？因为我们通过压针能够看得到它带点黄，看见没有？但这个位置啊，它其实带了一点点底色的，但切进去啊，可能是就是说水短进脏。没什么种啊，这个我们拿着，等一下切了看一下，好吧？因为这个是有表现的嘛。对，我们再找一个，好吧？小心点的。这料子，这料子绝对的无机，就这个吧，好吧？就这个实心挺好，看着皮壳挺老的啊。那既然我们都讲进去吧，那我们就现场啊，现在把它拿去切掉，好吧？看一下能不能长呢？好，门口那水渠可以缺啊、哦。啊，可以，可以。有点放没关系，没事。你说。走，他们家门口就有切的啊，我们拿到门口去切掉。我刚说的啊，这个料子啊，它会有点底色，但是呢，它会进脏，水短，没什么种啊。我们现在来把它切掉，看一下是不是这么一回事，好吧？OK， 这个料子啊就切完了，我们来看一下判断的对不对啊。来，那看到没有，打针是不是带点底色，然后这里这边啊这个位置有没有水啊，等一下啊，洗完洗了一起看啊，因为这里还有一个，这个可能切得慢一点，我一般这个料子它就是个无机啊，好吧，我们现在切掉它看一下。OK， 两块我们都切完了啊，这里刚好有水，我们在这里看一下。我们先来看第一块啊，我说了这块对吧？有底色，水短，进脏。来这边看一下啊，这边再洗一下。很明显对吧，我们压针看到没有，有底色嘛，水短嘛对吧，这边有裂有进脏啊，来看一下。那这种料子其实是没什么种的啊，刚买的时候就讲过了啊，这就放在这里。然后这一块啊，我给大家讲的是乌鸡啊，那么看一下，那它跟乌鸡没什么区别啊，只不过没有乌鸡黑，那也是一样的没种啊，但你这样去看其实它就是个乌鸡料，知道吗？其实连乌鸡都算不上啊，它跟大理石没什么区别啊，但它有翡翠的晶体，好不好？这个就是我们买的两块公斤料啊，所以很多有的时候粉丝问我公斤料能不能切出好东西，现在啊切完之后你们觉得公斤料能不能切出好东西啊？所以说不要想着一夜暴富啊，也不要想着什么公斤料减六啊这些，知道吧？永远都是一分价钱一分货，好吧？那我们今天先记录到这里，有喜欢刀哥的或者说想了解更多翡翠专业知识的，点赞关注加留言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。